天然不刺激，百雀羚草本护肤品，提示您本期看点：王珞丹、江一燕、江疏影、周渝民、阮经天、黄轩热力助阵，爆笑对嘴大赛，颠覆偶像形象。现在浑身洋溢着那种特别恰如其分的网络视频的气质。对，而且我很舒服。看影帝影后，开启飙戏模式。你穿这一套出来好自然的，看起来很 man 嘛，对吧？这戏完全被抢走了，最后还发了个大招，把整个这个挣脱了，你知道吗？谁知女人心，看他们如何听歌配对。必须得这么说，伴随我成长的一首歌。我在跟我第一个女朋友谈恋爱。哦，她也伴随了我的初恋。深情告白能否让你心动？姐姐是最需要保护的，很多人不懂你的好。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猜不到的反转结局。现在的格局是我跟嘉哥在争黄轩是吗？我也没想到是这样。当吴昕拿出这个礼物的时候，我更加笃定认为黄轩是我的。回家，你想哭吗？谁能搭档成功？手牵手版木头人，看他们不离不弃。这动作好标准。你知道做游戏做这么做作干什么？现在江疏影把维嘉的 T 恤已经扯到这儿。马栏山避暑山庄新开张，九妹霸气回归。对，开始。清凉挑战新难度，哪对搭档最会玩？水离得近一点。哇，王珞丹四个。江一燕，江一燕现在目前领先。要问避暑哪家强，就在今晚马栏山。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下集更精彩。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感谢今天台上台下这么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嗨跳拉拉歌，谢谢大家。耶，好感动啊！我当时觉得就是所有前面的朋友都是我的领物。我觉得其实今天台上的这个组合也非常非常的新鲜，有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也有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们组成的团队，也有我们非常帅气的街舞小资，也有我们极限运动我们自行车的朋友。那中间呢，还有这个刚才大家听到这个曲子也变得非常的活泼有趣，是欢快。对，我们的好朋友大张伟帮我们编曲。那佳佳，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吧，今天对不对？因为小燕子和她的老公还有她的朋友们，大家熟悉了，对，又来啦。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妈妈。
这是我爸爸，我们全家一起上。因为他们就是老演员了，今天爸爸第一次来，紧张吗？有点紧张。爸爸，你问候一下那个全国的观众嘛。啊，全国的观众们，你们好。我爸爸是一个就是特极端的，就是要不我节目他从来就是都不来参与的，是要不就直接上了台，直接上。真的真的。一看爸爸的鼻子就跟韦家的鼻子是一样，是原装的，原装的，对对对，所以是。那不是整形的啊，是原装的啊，原装的。我们看到吴昕也就知道是原装的了。好了，一家人，哎呦！再一次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刚才也跟我们三位非常优秀的男演员一起呢合作了我们的拉拉哥，他们刚才出来的时候，观众朋友们非常非常的开心，很喜欢他们，也很喜欢他们的戏。我们掌声欢迎三位。来打招呼好了，从好久没见的小天先开始，好不好？来。哎，老师，哎，大家快乐家族，大家好，我真的隔了蛮久，我隔了五年了，隔了五年没有来上大本营。大家好，我是小天阮经天，欢迎阮经天。下面这一位呢，我们也非常想念，真的在我们心中有很重要的位置啊。这个帅气度是与日俱增，有没有？然后个性越来越 open，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仔仔周渝民。Hello Hello， 主持人好，好久不见，三年前。也三年前，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是周渝民。是一种比较吗？五年三年，那个你经常来吗？两天。我们也请黄轩来跟大家打招呼。啊，大家好，我是黄轩，特别高兴这么快又来到大本营。非常非常开心。这样一算起来呢，你说有五年的，有三年的，有今年来了很多次的，那我们快乐家族也在一起合作也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十年了。对。那今天呢，我们要挑战一些我们平时可能不会去挑战的角色，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叫做对嘴配音秀。那声音呢是完全是原版里面的，但是呢会用到你的嘴型和你的夸张的表演，看能不能合上。我们用抽签的方式来请我们今天的三位演员来抽签，抽完之后呢将选定搭档来完成接下来的表演，好不好？好，来。通过紧张的抽签，三人分别得到不同情境，周渝民抽到与谢娜搭档出演苦情戏。哈，我啊，苦情戏啊，我最适合演苦情戏了。而阮经天与何老师要演绎芒果神剧，老搭档，没问题。老搭档，对。黄轩则与海涛负责华语金曲，这些关键词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经典桥段呢？三组演技派又会如何神出演呢？父老乡亲们，欢迎来到马栏山对嘴奥斯卡。为什么每次我们俩主持的环节的题目都好奇怪？我们这个身后就是小房子，刚才大家通过抽签呢，就一对一对都搭好了。对，待会儿你们看完原版之后呢，选好衣服就到房子里面去演了，好吗？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组是黄轩跟海涛。好，这是奇妙的朋友这一组搭档。六毛组。奇妙的朋友们团聚了。我们俩。六毛同现江湖。我们来看看原版吧，好不好？请看。先打扮一下，这个对我倒是先找衣服吧，好吗？选角色还真有，哎，你俩谁演女的？谁演男的？你以为戴上这个就是白素贞了？女的一般都是我演了，是你是吧？哎，这小屋挺好。你们进去准备好了就告诉我们啊。海涛，我在台上看到你妈妈了，那个是我二姨。哎，长得一模一样，好像是吗？一模一样。好几个小姑娘在那占便宜，说是我是我。换装完毕之后，海涛反串白娘子，魔性的表演让他毫无压力。跨度这么大的表演，他们能完成吗？刚才我偷偷瞄了一眼啊，
不忍直视。是因为萱萱的部分，还是因为海涛的部分？你猜，你猜呢？你这样特别像那种，你知道现在不是很常用那种座机。要打电话，来来这样，叮叮叮叮叮，电话响了。喂，这样我们请两位演员谈一下感受好吗？我觉得黄轩是很害羞的，当我跟吴昕两个人去瞄眼的时候，别客气。因为我还是挺了解他的，他其实他就是一个演员，他是一个走心的演员。不然呢？不是。啊，你就说跟那个综艺范儿是。对，像我就这种，就是我很舒服。他就还是很自在，我就看出你一条大白蛇了。你他在里边还是有点抗拒，对。期待吗？你们非常期待，非常超期待。观众朋友期待吗？好了，奇妙的朋友组合他们的对嘴奥斯卡，马来山对嘴奥斯卡之华语金曲。浑身洋溢着那种特别恰如其分的网络视频的气质。对，而且我很舒服，然后我都怕我在后面、就是、一直想抡着这个东西打。哎，你们知道那个后面小屋特别神奇，什么呢？就是觉得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只有我们存在，可以放开，对不对？对，可舒服了。好，谢谢两位。你跟赵老师说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二姨让你吓着。你要跟黄轩道歉才对。OK， 第二组我们请出的是小天跟何老师。何小天组合。那这样，我们先看他们挑战的是我们芒果台的神剧，对不对？不是刚才那个歌，是这个，而且台词很快。而且何老师本身就有男版赵薇之称。不是，因为你知道小燕子这个角色非常古灵精怪，所以她说台词的节奏是很快、很特别的。而且也有琼瑶阿姨她设定的那个语境在里面。我要告她。为什么？刚才小燕子在电视里面瞪我。好 ，OK， 那现在挑衣服吧。这很明显的，不用挑。对，真的。何小天组合挑战的是《还珠格格》的经典桥段，有着男版赵薇之称的何老师出演小燕子，小天饰演五阿哥，多且密的台词，想要对上嘴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作品吧。里面传来一声惨笑，我觉得小天穿这一套出来好自然的。你们两个没有，我跟你说，因为只要不戴那个假发，就不会太觉得她是女装，看起来很 man 嘛，对吧？非常这朵，你看看这朵花。哎，我觉得小天还蛮适合这个轻装打扮的，帅的，带回家是吧？带回家，送给你。来，我们来看看何小天组合。马栏山对嘴奥斯卡之芒果神剧。去 A 幺也好，去
张老师最后，哎呀，你们已经演到最后怎么是演出了羊羊羊的感觉？对对对，再不理你了。最后不是小燕子是羊羊羊吗？哇，我为娜娜和那个仔仔非常的担心，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不容易，才犯罪。怎么办啊？没有，你们没有衣服了耶。只有一块板，这就是我们的衣服。OK， 我们先看你这一段剧，好不好？悲情的啊，悲情的剧，我们来看一下原版。这段确实不用服装的，只能看见头。难怪刚才觉得怎么没有不用准备服装，我从头到尾我就，这个真的好精彩，你这个哇，这好重哎，就卡到头就好，就正好这样卡，就端着卡到头就好，好来。几年没来了，来了就拿个木板卡在这儿，这么大的一个活吧。要想演好这一段。可真不是容易的事儿，他们的演绎究竟能不能超过原版呢？两位请出来了。哎，我在这里都能够听到那个仔仔的声音。仔仔已经看到星星了。仔仔的爆发力好强啊！是不是？哎，先喘喘气儿。我差不多收工了。因为所有的体力都耗尽了，没办法，从来没有吼过这么大。他最后我，因为我看他。真的演得非常的好，我在后面感觉气完就是戏完全被抢走了，最后他还发了个大招把整个这个挣脱了，你知道吗？哎，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先不看你们俩演的，你刚刚不是说他把你的戏抢走了吗？你们俩交换一下，让仔仔来演女生，你来演，然后待会我们一块来看反串一下好不好？这个我们演完就收工了啊，请你吃那个长沙小龙虾。娜娜提前也是到了爆发的时候。对，刚才估计憋坏了，只有两句台词。比窦娥还冤。两人进行角色交换之后，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娜姐更是连发型都散乱了起来，为了塑造人物真是太拼了。好，欢迎两位。我觉得银霜这个名字会出现在我们今晚的梦里。哇，你把头发都那个演散了，你刚刚有个小辫子的。我是又被他抢了，又被他抢了，又被抢了。他演的好爆发的。你怎么那么不厚道啊，仔仔。对不起，我们来看一下，这样说就好期待了，我好好奇啊，可以了吗？我们先看第一版，先看第一版的，先看第一版的。马兰山对嘴奥斯卡之苦情戏。你说，就是如令我死无憾。你说出来的话我都知道，你没有说出来的话我也知道。这一对特别不愿意在一起，武打片儿吧，互相在推搡的那种。好，哇，那个舞台根本不够的，我们也来看一下哈。前方开启爆笑预警，观看此片段须知，请勿进食饮水。看他，就是你我死无憾。你说出来的话我都知道，你没有说出来的话我也知道。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特别像，哎，我能说说我的？狮王谢逊，不是你，特别像仔仔跟迪克牛仔仔，就是那一段啊，不用配这个词配，你到底爱不爱我？零点也可以之类的，坏蛋，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多像迪克牛仔。
太精彩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娱乐精神都有啊，谢谢海丽。好，马上我们要请出我们今天三位非常美丽的女生出场了，来稍微把舞台整理一下，谢谢。天然不刺激，百雀羚草本护肤品，提示您稍后看点。王珞丹、江一燕、江疏影热力助阵，谁知女人心，看他们如何听歌配对。必须得这么说啊，伴随我成长的一首歌。我在跟我第一个女朋友谈恋爱。哦，她也伴随了我的初恋。深情告白能否让你心动？姐姐是最需要保护的，很多人不懂你的好，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热烈一下，掌声有请我们的最强女主角。怪不得叫恋恋一下，因为今天真的有一种颜值爆棚的感觉，对不对？是的，非常非常的养眼。男生帅。那刚才呢，娜娜有在底下问说他们是同一部戏吗？那这部戏可了得了，其实他们确实不是同一部戏，他们是两部戏，有一部戏里面来了四位演员，而这四位演员互相也不是特别熟。周渝民跟王珞丹是同一部戏，宅女侦探桂香，对不 对？然后呢，我知道丹丹在里面演的是桂香嘛。嗯，桂神桂神王桂神。那仔仔就演的是宅女。对。刚才已经看出来了。桂香。那样。刚才看出来了，所以是八月。八月十三号。八月十三号跟大家见面啊。那这四位呢，来自同样一部电影，叫《恋爱中的城市》。但是呢，因为这部电影你知道它是在五个国家发生的五个故事，就是大家是分开拍的。对，你们是你是跟谁搭档？你跟谁一个故事？ 我搭档今天没来。哦，是吗？你搭档的是谁？白百合。他搭档白百合。好，黄轩你搭档的是？是张蓉蓉。啊，哎，没来。张蓉蓉，你们的故事发生在哪个？在巴黎。在巴黎 Paris。 哇，你最近跟法国很厉害耶。这个剧组导演就是想出国玩一趟吧。啊，不是同一个导演，就是每个故事也是不同的导演。一双救我。好，我们掌声欢迎我们江一燕。江一，你搭档也没来。也没来。你搭档的是谁？张孝全。张孝全。然后我们是在北海道。哦，北海道。好，下面是我们的江疏影。搭档也没来。对，我的搭档也没有来。啊，哇，所以呢，他们这四个故事互相之间也不熟。好，恋爱中的城市是八月多少号跟大家见面？8月20。那今天呢，因为既然刚才说到大家不是特别的熟，我们接下来要组成最强搭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大的一个避暑山庄的挑战环节。所以呢，我马上进入到谁知女人心的这个组合游戏，好不好？谁知女人心。女人的心事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表达，或者不同的痕迹。有的时候喜欢的一件衣服啊，喜欢的一样饰品，或者是喜欢的一部剧，都会带着一个故事。但有的时候呢，音乐会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女人的心情是吧？对，某一个特别的阶段就会有一首代表作，而某一个个性的女生喜欢的歌曲也会不一样。有一句话说得好，请说。你还在心思，你别猜，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那今天，但是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分别是六毛。他们跟一般的男生不一样，他们可以猜。对，今天是。今天我们江一燕、江疏影，还有王珞丹，还有我们吴昕，今天我们用这种方式，四位女生都给自己的最强搭档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但你必须要猜中心里的那首歌，你才能够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搭档，才有机会拿到他们准备的礼物。那可能有的人看上去是这个个性，但有可能他喜欢的歌曲不一样，这就像那个兴趣选择。对，嗯，你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你比如说江一燕，你看他样子，你觉得他可能会喜欢很淡的歌曲。他可能喜欢或者带来是摇滚。也有可能，对不对？比如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等一下，我们用的方式是这样。一生。我们等一下用的方式。
是这样的，我们先不告诉大家这首歌是谁的心目当中的主题歌，我们男生听了之后觉得这首歌曲哎打中了我，哎呀，我们就往上冲。哎呦，如果同时有超过一位男生以上选这首歌呢，那这首歌的女主人就有权利来挑选了。哎呦，好不好？好。但是如果我没数错的话，两边的人数不一样。就有一位将没有办法参与后面的挑战。那我好担心六毛啊。好，来，我们先听第一首歌，请听。哎呀，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朴树的一首《平凡之路》是电影《后会无期》当中的主题歌，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你有没有被打动？你觉得选择这首歌曲的女生会不会是你的最强搭档？三二一，两个，现在有三个人来，阮经天可以过来，三个人站上来，可不可以不要同台？来，你上来，你不怕的，没关系，我站在台下差不多高。还好六毛长得高，要不然怎么办？好，我不参与了。我问一下，这一轮负伤在家。先问一下六毛好了，海涛为什么会觉得这首歌是你心中的最强搭档的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我去年在多少个寂寞的夜，就看着黎明刚刚升起。仅仅只是去年寂寞吗？前年大前年还没有这个歌。有多少？六毛寂寞的时候会做什么？就是吃香蕉啊。好，所以这首歌是你曾经在去年最爱的一首。所以就是认真听的时候，突然听到这个，哎，选这个歌的女孩一定很特别。是，小天，你选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选这首歌的女孩子应该很真实吧，然后跟其他女孩子不太一样，比较渴望看见真的东西，真的情感。走平凡之路。平凡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不平凡的东西。Okay, 好，回答，是吧？我感觉就是，然后这个女生要在他们中间选一个。对，我觉得如果有的时候其实可以自己先退出。我都跟你说，我担心六毛了。但是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走量，就每一轮都参与。走量。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到底是谁选择了这首歌作为自己的主题曲。其实坦白来讲，台上这四位女生，我应该都猜到了。我觉得都有可能，我真的觉得都有可能。可是我猜到了，因为她演过那个电影，我觉得感觉。啊，也有道理哈。好，来，三、二、一。什么玩意？你看，你看，为什么都不跟着我的思想来？所有的事情，人间的事情，为什么都不跟着我的思想来？好，我们先问一下江疏影好了，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我觉得她的声音就特别的有磁性，特别感觉很朴实，但是给我一种力量，给我一种希望。这首歌给你力量和希望。力量和希望。台上两个男人有没有给你力量和希望？你要在他们中间选一位。对，力量和希望，我觉得这六毛真的是有力量。太棒了，六毛真的力量很强的。你现在就可以做出判断，还是说你可以让他们完成一个任务来？还有任务，还有这样的比拼，太好了。你想胜算更大了。任务他带过来的是一杆秤，就是看谁轻谁留下。我会选一个任务是海涛擅长的。哦，可以。哇，说吧，吃什么吧，来吧，就做一个仰卧起坐。仰卧起坐，卧撑是单手还是双手？哦，单手俯卧撑，这样单手俯卧撑，然后你根据他们的完成情况你来选，好吧？好，来单手俯卧撑，首先是阮经天的版本。单手啊，单手啊。哦，哇。好，我试试下一轮吧，要不？不是我单，我试过一次单手的，然后想了他的力量和希望，我觉得你是有的，就是你知道那种地心引力，你没有力量，但是你有希望，要
吧，做出一种有希望的感觉。海涛可以表演单手吃香蕉。好，来准备啊，单手。哇，海涛非常有骨气，他选择了另外一只手。哎，我那种惊喜不光是我做到了，还有我骨骼的那个响声。对，你跟观众一样惊喜，因为大家没想到，连你自己都没想到是吧？先不着急回来，因为江疏影还没选呢，对不对？对对对。好，江疏影，你选择你的最强搭档会是谁？你。好，这个礼物要送给谁？我们往前一点吧，不要碰我。海涛在走量。哇，这个好，不客气。这啥呀？来，我们看一下什么礼物，什么礼物？这是一个 Hello Kitty， 然后是一个沐浴露，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 Hello Kitty。然后呢，它的使用方式就是涂在身上，转一下。哎呀妈呀！出来就可以了。里面是沐浴露是吗？是沐浴露。哇，好适合小天啊。应该是给我的呀。好，来，接下来下一首歌来了，请听。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肩膀，在我肩膀，要你相信我的爱只肯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这首曾经陪伴了无数人青春的歌曲，到底谁会觉得这是他的主题歌呢？三二一，再赞。好样的，这个应该不关你的事了，是哪位？走起来，走起来。不是，崽子上来了，我就有点直不起腰了。走起来，海涛。你敢跟原版真？你没事吧？腰没事吧？我刚才我看到黄轩也往里走了耶。轩哥，这还有地方，要不你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来来吧，很难得啊，今天 F 四能够再坐到一块。F 四到齐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哎，来来来来来，少天。我干嘛？再来一段好吗？再来一段。再来一段啊。迷路方向，为什么有没有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往前走互动，让你相信我的爱只肯为你忠诚，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来，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幸运的歌迷，你的感觉怎么样？我能跟仔仔一起唱歌，我特别开心。好，来上台，我们来听听看好了，四位的理由。首先听一下周渝民先生，你觉得这首歌就是对方为你度身定做的，所以你必须要站出来，对吗？我必须得站出来。对，这一首歌可以流传这么久，真的还蛮不简单的。对方一定非常用心的为我挑了一首经典的歌。没错，对。来，六毛，谢谢你的参与。那么我也有感言。没有，因为我知道你为什么，你是走量嘛。因为我有感言，因为我在学生时期，我也有。我多少个寂寞的夜里。多少个寂寞的夜里。哎，大家知道每个班级里都有一个 F 四，对吧？我也是那个班的。啊、我是朱孝天。妖怪。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打太大劲儿。大家都听不下去了，真的。对不起，对不起。魏佳琪，我是上来圆梦的。圆梦。那你是想跟仔仔一起合唱一首歌、啊？那我问一下黄轩，黄轩，其实我注意到，因为我正好在他对面，这首歌刚响起说三二一的时候，他已经迈步了。对。但因为六毛挤在了他前面，他因为自己的审美节操，他又回来了一步。好，你当时第一直觉想要选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首歌是那个伴随我成长的一首歌。哦，伴随你是一直看着仔仔的戏长大的。又一个看我戏长大。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在跟我第一个女朋友谈恋爱。哦，哎，我跟你说，初恋的时候听的歌会影响一辈子，所以我就在想是谁会选这首歌这么有情怀。哇，好，
我们接下来就要先来回吧，因为说到初恋，我都不记得是几十年前的事儿。那我也不知道我该留还是不留。我初恋，你留下，六毛。我有的东西创造奇迹。我初恋听的是《爱的初体验》，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没选好，真是更没选好。海涛，坚持一下。初恋的时候，我跟你说，一定要相信自己，梦一定要有，万一见鬼了呢？好吧，真的。来，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不开眼，哦，不是，谁这么有眼光选择了这首歌？来，三、二、一。跪下！跪下！啊，为什么选这首歌？他也伴随了我的初恋。哇、oh, wow.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流星雨本来就不多，能陪你去看的那个人也比较少，所以比较珍惜。对。那好，有没有跟周渝民合作过之后更喜欢这首歌的可能？就是更觉得这首歌跟自己更亲了。有哎、欸。是不是？有。所以其实黄轩跟海涛还有竞争的必要吗？黄轩还有啦。黄轩，六毛，六毛，但是六毛都没有火拼的资格吗？也有吧，但是就是怕到时候输的时候，你别哭就行。好，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因为这首歌是首情歌嘛，我觉得那看谁表白的方式更能打动我。哇，海涛你可以的。这海涛，我跟你说，真不该退出的。你对，海涛，这是加加强。你从小到大。这么长的时间你就剩表白了，你肯定能胜。好，那我们就依次来表白，我们就从黄轩先开始好了，好不好？丹丹来。啊，黄轩先说。咱们俩这么熟了还用表白吗？我什么人你不知道？那你想知道吗？你说啊，你表白，别让我说。你独白。其实我觉得说是一种特别表面的方式，然后我觉得我们唱一首吧，我们可以。你要有动作啊！没有，你说的我都知道，你就不想说的我也知道。你已经学会了，你已经学会了对空气表演。没有，黄轩的意思是要交往，表白就是为了交往，要交往才能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这个意思，对吧？我请你吃小龙虾，今天晚上。好，明白了啊！是的，知道我是吃货吗？请吃小龙虾也算个招啊！啊，你要说海涛，好，来到海涛，你说要请他吃大龙虾。给我一个浪漫一点的音乐吧。好吧，他把女朋友，海涛雷大哥。是这样的，是这么个事儿啊。其实每一个姐姐呢，在大家心目中都是强势的，但其实姐姐是最需要保护的。我别的不会，我别的不会，就会保护姐姐。不知道姐姐给不给我这个小小的机会。地板都震了，真的是。好，到周渝民的部分，来，掌声欢迎。很多人不懂你的好，因为你特别真。不懂你的人，我想会因为你讲的话的伤心难过，或是曲解你的意思。但是我懂你，知道你常常只是口直心快的想要为别人的好。愿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特别可爱，特别真。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陪你去看流星雨吧。哇，感觉是认真了呢。真的，我听到这种话，我入戏了。我有一种感觉会，特别像那种感觉，像停电了的震撼，好棒哦！对，真的。我听到这段话，我都已经跪位了，是不是？好，来，我们接下来就看王珞丹同学的选择。来，三位，咱们俩上去凑什么热闹？好难选啊！对，都很认真，都很真挚。对，
凭你的直觉好了哈。好，来，王珞丹把她的礼物送给了。好难呢。哇，三位男主角都非常的有支持者。好，这个礼物其实是给何炅老师的。啊，下，我是过来帮你开盖子的。哇，是一个可以在家里画插画的一本书，因为我觉得这个书比较适合宅男，然后可以去缓解压力。前面我有画了一下，我怕你不会画。不是你画的，就是要把这个是就把它颜色都涂在上面，颜色就是哇，这个好哎，好美啊，添颜色。送给的是。送给的是，送给的是，天然不刺激，百雀羚草本护肤品，提示您稍后看点。猜不到的反转结局。现在的格局是我跟嘉哥在争黄轩是吗？我也没想到是这样。当吴昕拿出这个礼物的时候，我更加笃定认为黄轩是我的。谁能搭档成功？马栏山避暑山庄新开张，九妹霸气回归。对，开始。清凉挑战新难度，哪对搭档最会玩？水离得近点去。哇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谢谢，欢迎各位在星期六的晚上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大家可以通过 vivo 手机来关注我们快乐大本营的官方微信，有送给的是。必须得这样说，对，因为流星雨本来就不多，能陪你去看的那个人也比较少，所以比较珍惜。对，很多人不懂你的好，因为你特别真，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陪你去看流星雨。我好犹豫，因为黄晓也很好，那个涛涛也很好。没事没事，不怪你，不怪你。你还想怪他呀？现在我真的好想哭，但我知道哭的时候把自己倒过来，眼泪倒过来下来。好，祝贺！好，来，我们新的组合产生了啊！好，但是各位，接下来竞争依然非常的激烈。我们看到两位优质女生，啊，依然他们的主题曲并没有放出来，我们来听下一首。我的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情，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情，不动啊，不敢在午夜问路，走到了百花深处，说百花的深处，住着老。谁想要把这首歌变成自己的主题曲？三、二、一。有毛用啊！有毛不怕？因为我听到里面住着一位老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我。你觉得听到了一种呼唤是吗？对，冥冥中的一种召唤。嗯，我也想去北京。因为现在我们去前就走了，出去干活就不太过夜的，真的就期待一夜。我就看对方提不提供食宿，提供食宿就往返一北京。那就得回来也挺忙。提供当天往返。还把我们的这商业秘密全部都。好，到底，其实我觉得这首歌非常有可能是江一燕，但是也有可能是吴昕。是吴昕。对，我们来通过接下来的时间来揭晓。三、二、一。肯定是，哇！啊，江
音乐选择，为什么是这首歌？那个时候在学校，然后分手了，然后就去 K 歌，然后呢，男闺蜜呢就会唱这首歌，然后会唱里面最难唱的部分，就唱得特别狰狞、声嘶力竭的，就让我的痛苦的感觉稍微削弱了一点。啊，他用他的努力，用他的声嘶力竭，就安慰了我，来帮你减压。对，我觉得从今以后你可能不会太喜欢这首歌。六毛也喜欢呀。江夜，你有什么任务让他们完成吗？还是说你也已经可以做出选择？那我看谁能陪我情景重现一下。哦，就是男闺蜜，你陪学校的男闺蜜。我感觉江夜他是不走寻常路那种人，你很有可能被选上。我真的是标准的男闺蜜，但是我嗓子不好。没事，你我跟你说，就是因为嗓子不好，才努力的去表现，才会让他分心。不然的话，如果你唱得很好，他只是欣赏你演唱；如果你那么努力的用不好的嗓子去诠释这首歌，他就会觉得你比他还惨。对，但是我刚才听佳爷在旁边唱的跟原唱似的。海涛，你回忆一下，我当时银霜就是那种感觉。我留下许多情，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我爱饮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人说百花的深处住着老情人，照着羞。他俩越听我越觉得江夜好心酸。我刚才说他绝对有，我看出他有那种泪光闪烁的感觉了。刚才两位都非常卖力，非常努力，确实让人感动。而江夜要把礼物送给谁呢？可怜六毛啊！我觉得海涛好可怜。不一定，有可能留到最后的是他最对的选择。有可能留到最后的是黄轩，你根本不用可怜他。我觉得维嘉特别唱得特别好，但是海涛更像我的男闺蜜。六毛你行，这是什么世道？人说吧，真的假的？我的奖杯是个爬行者啊，因为我们有去山区当支教老师，所以这个爬行者是我们的名字。我选了海涛，因为我希望下一次你可以跟我一起开启一个爱的旅程。好，我觉得小朋友会特别喜欢你。我可以带着你和孩子们一起去看流星雨。你站上来说一下得奖感言。对，是得到这个奖，还是觉得实至名归？看着维嘉的眼睛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家只要付出努力，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后面的朋友们，你也要加油了。江夜选了海涛之后，吴昕露出了非常欢乐的笑容。因为剩下黄轩和维嘉都是非常好的人选。好，来，我们接下来吴昕的歌，我们也还是听一下，对吧？因为听一下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主要是为了让维嘉和黄轩决定要不要参与。如果你们不参与的话，你们自行组一个队，可以吗？这游戏这么长，铺垫是整我的。好，来，请听。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排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佳佳，这首歌有没有打动你？没有哎。你唱的那么开
谢你。如果让我很喜欢陈小春，如果让你和、啊、如果让你在吴昕和那个萱萱之间选择，你愿意跟谁组队？后面是要玩游戏吗？对对对，因为像我要跟吴昕组一对的话，就是游戏黑洞，对黑洞兄妹，黑洞兄妹凑在一起了，肯定很难赢。所以我就是如果选吴昕的话，你还是要拼一把了。你看人家六毛，从头拼到尾，后来被捡走。没有，他现在不是，他不想为吴昕去拼，他想要拼命争取黄轩。你们两个成一组。他想。你也先要问他有没有意愿。好，现在我们先问了一方的意愿。好，再问。黄轩，你愿意吗？等一下，还你愿意吗？吴昕，先问吴昕。对，好，我们猜到了开头，没有猜到结尾。我也准备了礼物的。等一下，我先问一下吴昕，现在你觉得你有心里比较想争取的人，还是你觉得维嘉也可以，黄轩也可以？都行，你们俩哪怕上了一个都行啊。现在没有人能上的。是现在歌曲还没有来得及打动他们，我们直接用礼物好不好？好，歌曲没有打动，我们看礼物。什么鬼？你的礼物还不去步入这个盒子之前，什么鬼？那个夏天又到了，你们都很辛苦。又是泡脚片。当吴昕拿出这个礼物的时候，我更加笃定认为黄轩是我的。不是真的。那个泡脚的。夏天泡脚对身体非常好。这个很好，就放到那个脚盆里面去，它就真的。现在的格局是我跟嘉哥在争黄轩是吗？我也没想到是这样。你愿意跟我搭档吗？我当然愿意啊。嘉哥，你愿意吗？你看黄仙女最后选谁了？什么？让他们俩 PK 一下。对，他们俩 PK 单手扶着。我们两兄妹为什么那么惨啊？我们到那个快乐女生的最后阶段，好不好？你拉着两个人的手，最后举起一个，你最后举起一个你要选的。准备哥准备礼物，最后在这儿跟一男的 PK。来，我们来，噔噔，最后环节。好， 好， 好，我们三、二，回家，你想哭吗？没想到还有自拍的欢呼声。二，一，真是这个世界疯狂了！快帮我放流星雨。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这个世界这是一个什么世界？好，等一下，先别急着庆功，先别急着，因为刚才真的是流星雨落在了吴昕的肩膀上。我们来问一下黄轩好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逆天的选择？这还不逆天吗？因为我觉得我们配对的话肯定是为了接下来玩游戏嘛。哦，那我觉得如果跟维嘉哥在一起玩游戏会更顺利。不过坦白来讲，这确实是不公平。那除非维嘉就是因为本来就是选搭档，那除非等一下你们俩要确定，比如说等一下有女生上的环节的时候，是谁要你现在就要站出来说我就是这队的女生。黄轩已经说了原因了，那下面请嘉哥上来说一下得奖感受。谢谢快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海涛伤害维嘉，维嘉伤害吴昕，而吴昕只能伤害自己。没有，我真的没有伤害你。那你这首歌，我真的就是说，我是喜欢听，但是不合我心意。不合你心意，你就退出。因为我觉得这个女人不会喜欢独家记忆这件事情。独家记忆多棒，每个人都睡着。然后进入下面一个环节。后面这个环节，对我们的主持，好吧，马上进入到我们的马来山避暑山庄。山庄，你还记得我们？
哦，不对不对不对，她不是九妹。我长大了，我现在叫九姐。我是避暑山庄的庄主。九姐现在已经是庄主夫人了。我们避暑山庄风景秀丽，红山恶水，泼妇刁民。哥哥心中的九妹你知道吗？是我心中那一朵花。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漂亮的妹妹。九妹九妹走红的花蕊，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可爱的妹妹。九妹九妹心中的九妹，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大家看到了，我们山庄呢风景秀丽，人有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生意不是很景气，所以呢我们最近推出了一个情旅游，我们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来我们的山庄旅游。啊，我们这个情旅游呢，因为主题非常非常的吸引人，所以呢一下就有8000多组的这个情侣前报道了。那我们也进行了非常残酷的 PK。对，最后呢我们筛选出了4对颜值最高的组合，今天来到我们的避暑山庄旅行。而且呢我们避暑山庄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导游，他最大的特色就是懒。在他的这种非常有特色的服务下，我们避暑山庄的旅游人数真是越来越少，真是谢谢他。不过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外面的朋友到我们避暑山庄来吃蛋。我们避暑山庄的蛋全是天然蛋。好，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组合搭档游马上就有请我们的导游，有请我们的组合搭档登场。不认识，前三个跟我走，围家黄轩自便啊！我觉得这导游有点偏心呢。好，谢谢我的这个社员们啊！好，今天呢，既然来到避暑山庄，我们当然有这个好招待。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避暑山庄的特色宵夜。哎呀妈呀！我们后缀已经求你们了。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马栏山避暑山庄的特色美食。今天只有一组的搭档可以吃到，剩下的搭档将会成为服务员陪伴他们啊，好不好？那么所以呢，那你说只有一组搭档能吃到，维嘉这样看的黄轩，因为我在最不可能胜利的那一局上都取得了胜利，其他的都不算。不要看着我说这句话。刚才吴昕走到我旁边特别生气地说，连导游的夹克都是海涛的尺寸，怎么可能把我生了下来。真的是他的马，这个马甲。那今天第一个游戏非常的简单，女生要负责呢把鸡蛋从这个杯吹到那个杯，那是在多长的时间里面吹呢？就是看男生能够拿着这个冰块能坚持多久。那这里面有男和异两种，这个冰柱呢它下面是平的，比较好放手，而这个球呢因为它整个是圆的，所以必须完完全全用全部的力量去 hold 住。那么到底谁来拿冰球谁来拿冰柱呢？是通过我手上的这两个圈来决定的。抽到长的那个圈代表拿冰柱，就是比较容易的那个，抽到短的那个圈代表是拿冰球，也就是难的那一个。我们这样，我们让女生来帮男生来抽好吗？佳佳来吧。江一燕，好，我们这边派出维嘉。这是长还是短呢？就要看这一根了。长的是圆柱，对，长的是容易的，长的是容易的。对，我们是运气好的一组。哎，对，不是直接拿球不拿盘子，是拿这个球啊，不然嘞，拿球。庄主，我超喜欢你今天时尚的打扮，有没有？特别是鞋和袜子中间的这种红黑的这种反差。跟你说，我特别有注意到一些细节。你看这个袜子呢，相对来说低一些，而这个呢要高一点，为什么？这是有一种不对称的美。对，你懂我。你就是我们庄上最时尚的庄主。因为这句话，奖你一个毛豆，去吃吧。谢谢。好，开始。佳佳，你做好准备了吗？江一燕，你做好准备了吗？
不要紧张啊，来，来，预备备，两位拿好你们的冰柱和冰球，拿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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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就开始，开始。哇，哇，哇！哎呀，江一燕，江一燕现在目前领先。现在一比一平，江燕不要慌。好，哎呀，快一点。好，回家两球。好，江燕三球。快放到衣服上了。加油，他们要错。坚持不了就放下。好，就不能吹了。好，好，江燕已经不能吹了。好，好，时间到。怎么对得起黄轩？那样的感觉，哎呀，特别心急。心急，主要看到佳佳，那大家都特别心急。佳佳每一个都吹过去了，但是常常会吹出去，有的时候是气太旺了。师傅，寒冰掌我已经练成了。我听到海棠好吵，一堆，哎呀。是不是？好，江燕其实刚才吹到第一个的时候非常的嗨啊，很厉害啊，挺厉害的，第一个气就吹过去了，一下就找到了感觉。我跟他很搭，我跟他很搭。最后他们的成绩是4-4平，好，掌声给他们。仔仔、王珞丹、江疏影、阮经天，请上场。我是长的，长的在那边。一定让你坐在那个桌子上。好，准备好了吗？王珞丹，准备好了吗？江疏影，好，预备，开始。啊，不可以，不可以帮忙。王珞丹一个。好，王珞丹一个。王珞丹两个。王珞丹找到方式。王珞丹三个。王珞丹四个。三五个了。Oh no！ 离得近一点吹，离得近一点吹。哇！好。其实仔仔你已经可以放下来了，因为他已经肯定赢了。Oh no！ 王珞丹四个，王珞丹五个了。其实仔仔你已经可以放下来了，因为他已经肯定赢了。臣妾做不到。球都被握小了。江疏影已经完全努力了，但是因为他没有找到那个方式，其实不是力量的问题，是角度的问题，对不对？因为我压力特别大，因为我在下面试的时候我就没有一次成功过，然后就跟小天说，我说可能就没事没事，你做到了。对，好，那么这两个呢是小天帮的啊，小天帮的，那么我们也饶他们，就算他们两个，对，算他们两个。王珞丹吹到十个。各位不用着急，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我们的终极比赛，我们这个特别版的避暑山庄版的1、2、3木头人。在这个木头人当中，我们引入了手牵手的机制，同时还引入了我们的指压板。我们上道具马上开战。天然不刺激，百雀羚草本护肤品，提示您稍后看点。手牵手版木头人，看他们不离不弃。这动作好标准。江一燕已经像那种敦煌的壁画了。这种做游戏做这么做作干什么？我拉着的是谁？拉着的是希望。现在江疏影把维嘉的 T 恤已经扯到这儿。没有冯轩这舞蹈动作，我天儿啊！接下来是这样的。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谢谢，欢迎各位在星期六的晚上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大家可以通过 vivo 手机来关注我们快乐大本营的官方微信哟，啾咪。
接下来我们还有我们的终极比赛，我们这个特别版的避暑山庄版的一二三木头人。在这个木头人当中，我们引入了手牵手的机制，同时还引入了我们的指压板。我们上道具，马上开战。要手拉手的。对，这个项目特别跟大家介绍，第一名的队伍将积20分，一举可以改变战局。好，来，预备。开始，压三针。他俩改单已经结束了，还往前冲了一步，非常惯性的关系哈。周玉明和王珞丹，来，桂香和你的搭档回到原点。江一燕像不像在路边捡了一个流浪的孩子？好，小天，那脚疼吗？还行，还行是吧？开始，压三针。你也超时超太多了。真的觉得我有点连累他了，按照他的步伐其实我应该在这儿的。他一直在动。好，回到原点。好，开始，压三停。黄轩小天连一块儿了。黄轩的动作超销魂的。我跟你说，黄轩因为学过舞蹈，各位请注意，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他会多次出现这样的姿势，不同的角度。开始，压三停。江一燕又是单脚，请看黄轩的还是一个舞蹈动作。王珞丹动了，动了吗？他这样的，是吧？那不算。他是只给仔仔那个前进的方向，对吗？好像是，他是吗？哦，但是这就是动啊，对吧？我要。哦，好，回到原点，加油啊！完了，仔仔一走，江一燕的支点不见了。好，江一燕，迟早要掉下来。hold 住啊，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六。哎呦，黄轩这舞蹈动作，我天儿啊，真是。哎呦嘿，好嘞。哎呦，江一燕，哎呦嘿，好嘞。我们是校友来的。这是什么？我发现有了指压板之后，大家的动作都特别的。黄轩那个是个舞蹈动作，接下来是这样的。好，预备，开始，压三停。海盗把那个柱子给压弯了。哇，海涛那个卡的好严重啊！哇，他刚才把重心全都放在我身上。他把重心放在，你知道怎么能看出他卡的很严重吗？铁坨都歪了哇。脚很痛。哎呀，好，预备，开始，一二三停。胜利就在眼前呢，好像是后面，好像是后面推了一下。江助理，发生什么事情？后面有股邪恶的力量推了你一下，是不是？有个女生推我，有个女生推你是吗？黑色衣服的女生。暂停。我后面是谁？你后面，你这是什么姿势？你后面还有一个是吧？你正后面是黄轩，你这后面是卡着我胳膊，是卡那个哦，那是维嘉的手，对，把它去掉，把它去掉。我跟你讲，你其实可以一开始之后你，听上去好爽。好，祝你加油啊！预备，开始，一二三停，一二三停。江一燕太可怜了，你看，真的不是我邪恶，你看。张一燕的脚后跟踩着维嘉的那个。我知道，但是我回身的时候，我喊停的时候，江一燕确实是在这个指压板上踉跄了几步。那是你自己没站稳，还是有人在整你？没有，有人我看到有人拉了一下。有人拉了一下，是不是？海涛大胆的说出是谁。你觉得是谁拉的？我拉了一下。你为什么要拉他？不是我疼。又想脚哦，你疼是不是？江一，你别再踩我了。各位，虽然不是高跟鞋，但是真的很痛。在我们聊的过程当中，周渝民已经要哭了，他忍了很久啊。开始，压三天。哇，江一太牛了。哇，这动作好标准。牛了，你知道做游戏做这么做作干什么玩意？没了不起啊！做游戏做成了拍代言的感觉，没必要吧？万人迷，你本来就很美。哇！我蹲在这儿有一种反差是吗？开始，压三天。
怎么咋了？咋了？快告诉我一下发生啥了？江燕太厉害，海棠，你为什么往回走？我跟大家说，这个游戏最难的就是指压板不是最关键，关键是手拉手。一个再强大的女人，如果她牵了一个不给力的男人，都是前途未卜。这是人生的。等会儿何老，你快看我的袜子，我自己踩到了自己。这都是未卜的。谁在拉我呢？小天一直在拉我的手。接下来我们大家可以预测一下，江一燕有没有可能携手海涛率先通过终点？不可能。为什么？累赘太重。可以快点吗？预备，开始，幺三停。哇，这么多只手。谁在拽我？江一燕已经冲到了最前面，而这个时候，海涛，你只有跟沙姐姐那样，把这个手指送给她当礼物，才有可能。第一次见面，姐姐送你一个见面礼。为什么我们中间隔了这么多人？可以看一下我后面那个手是谁的吗？你后面啊，往下抓你的手是吗？啊，哇，是江疏影。是这样的，各位观众你们看不到，现在江疏影把维嘉的 T 恤已经扯到这儿了。好，怪不得，哇，这边勒的嘞，哇哇勒的嘞，一个手指都扣不进去了，哇。于贝贝，开始，一二三停。好，我们俩，江一燕、维嘉，还有海涛，海涛、黄轩，没关系啊，没关系。哎，等会儿，我的手指头被掰麻了。我现在其实很想走，但是我怕这个几何图形，我走了之后，他们全散在这儿了。好，呦呵，哎呦呵，我不跟他，我不想跟海涛。哎，海涛，换个搭档呗。哎，换一个玩一把。换着玩一把吧。啊，因为你们在那个是吧？有没有玩法？说换就换。换搭档。好。维嘉，你换那个江燕的时候，你考虑过黄轩的感受吗？哎，我们四个来一把，四个人，好不好？哎，我们四个拉着了。傻子。好，各位，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了。过去就是，好吧？啊，来准备，开始，一二三停。哇！啊。指压板上大跳啊！黄皮肤的中国人成为了世界飞人，世界飞人，世界飞人。你不疼啊？我现在已经看不太懂他们的组合了。算了吧，维嘉，你跟那个杜海涛拉着一起吧。张烨，你这只手本来应该拉着维嘉对吗？不是，维嘉说他冲上去拉，结果为什么我站在这儿？OK。哎，找什么呢，黄轩？掉了五毛钱。好，各位，江疏影、阮经天胜利在望，预备开始，一二三停。哇！我已经哭了，哭了，真的哭了。哎哎，各位，是啊，我真的觉得江燕和黄轩够了，一直在跳舞。大家都是舞蹈学院的。我。郑一燕，我给你一个火炬，你就能举起全世界的希望。我想问问，现在这个组合是怎么来的？我真的，维嘉跟海涛是这样的啊？是怎么的呢？他那个维嘉、海涛两个傻子说四个人牵着跑，从第一步开始就瓦解了。对，瓦解了以后就是两个喜欢跳舞的就开始摆 pose。明白明白。然后他们两个由于尴尬就自己牵在了一起。那你们不能再改了啊！你们要获胜只能以目前这样的组合获胜。我拉着的是谁？你拉着的是谁啊？你拉着的是希望啊！上一轮你拉了个累赘，这一轮你拉了个希望，好吗？好，预备，开始，一二三停。哎呀，哎呀，哎呀，没动，没动，没动。这么快，海涛的裤子都被抓住了。我感觉到后面都有凉气了。好，准备，开始，一二三停。啊！鞭肉好痛，小天。就踩了一点点。哎，我觉得好奇怪哎，江燕，为什么你脚上有那个指压板的痕迹啊？刚才他刚才是脚板。哇，特别疼。你看他这里都已经被压成这样了。但我忍
哇，你看江一燕的那个脚好像那种鹦鹉的爪子一样。他们学舞蹈的。好奇怪啊，稳稳的抓住了。不要这样取笑江一燕，来一个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来，预备，开始。哇，小天好狠的。庄主是这样的，刚才呢，黄轩企图就是想要跟上江一燕，但是后面有一个魔爪，就是那个阮经天。因为他本身他们那组就是实力挺强，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倒回去了两次，他心态上面又起决心扭曲。好，那现在黄轩要采用的方法是要绕回到独木桥的顶端，因为你从中间上是不行的，好吧？好，来，预备，开始，压三天。江一燕，你真的一直在上面跳舞也是够了，谁不会啊？江一燕永远都遥遥领先，但是这个游戏有的时候是要团队的作战。我们来看下一步，来，预备，开始，一二三跳。我又看不懂黄轩、维嘉和阮经天了。坦白来讲，维嘉之所以可以保持平衡，是因为他卡在了江疏影的这个肩膀上。好，撑不了多久了，撑不了多久是吗？有有，撑不了多久了，那我们就看看到底能撑多久。加油啊！来，预备，开始！要暂停。嘉哥，维嘉，你成功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你背后的女人江疏影，她永远在你背后。好，这个时候给我加个特技好吗？把他们都劈掉，把他们都劈掉，悬在空中。预备，开始，一二三，停。黄轩，我知道这个是那个西藏舞的最后一个字。呀哈嗦，走的预备，开始，一二三，停。哇，好好看呐！哎，有没有阮经天名模？有没有？如果我没有看错，整个三角的这个重力的支点是在维嘉的身上，而维嘉依然靠他背后的女人江疏影。好，好累。预备，开始，一二三，停。整个局的垮是那个王珞丹那一掌。是。王珞丹和现在王珞丹和仔仔非常非常有优势，而这个时候江一燕做的事情抱大腿。好，预备，开始。没有叫停，哎，没有叫停。啊，我的队友，一二三，停。哇，太巧了，哇，海涛，海涛挤上去了，怎么回事？是庄主夫人，你管一下江一燕喽。江一燕已经像那种敦煌的壁画了。这整个庄上只有我是跳的最好的。他现在要飞天了。你一直在这里挑战我。好，怎么办？王珞丹一副不好惹的样子，真的。王珞丹跟仔仔现在开始玩晕了。预备，开始，一二三，停。王珞丹，你自己倒往前走，你别光推呀、啊！我不，我要把他们都推呀！往前走，零点开始。我看到了一个死局。我不敢相信，维嘉从五分钟前就在那儿，前前后后，在他身边已经经过了全世界，而他依然站在那儿。好，预备，开始，一二三，停。维嘉，你跟阮经天在跳什么双人舞？又有新的照片传出了。好，预备，开始。哎啊啊！快上来！上啊上！啊！我要推他！一二三，停！没有一步了。我都不敢相信我还在这里。
我更不敢相信的是，江疏影的手穿过了海涛的肚皮，握住了阮经天的手。预备，开始。哇，我这么丑啊！你以为？哎呀，我这么丑啊！我刚才还那么嘚瑟，我们把鸡都已经踩成这样。好，在一阵激烈的角逐之后，获胜的是江一燕和黄轩的组合，一个新组成的，对，一个新组成的组合啊。这样吧，一起吃吧。来来来，行吧，来来来，弄上来，弄上来，好不好？快点，一起吃，快快快！你怎么那么厉害？早知道就好，早知道就不玩了。别像我们，累死我了。直接上菜，大家围在中间啊，围在中间。好，今天呢，虽然是我们一二三木头人最后的这个胜利的人来吃，但是我们也提前给我们两部电影提前庆功，希望两部片子都能够开出很好的成绩，票房大卖，票房大卖，干了，干了，干了，谢谢各位，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请大家多多支持这两部电影好吗？好，谢谢。天然红刺激，百雀羚草本护肤品。提示您下期看点：疯狂的夏日，陈意涵、杨佑宁、周笔畅、胡夏，热力来袭。没做过的疯狂事，看他们狠命互掐。没有参加过选秀，重点是这四个都参加过，从来没有跟明星交往过。我先走一步。我是针对他耶。夏日疯狂必杀技，元气少女大放绝招。陈意涵简直是有才艺，海涛现在马上就要完成第一个了。哇，一个女明星这么会开啤酒瓶，不知道怎么夸。师傅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没教给我？史上最疯狂状况练歌房。那今天我只给大家提一个要求，不要翻脸，好不好？窘况百出，爆笑全场。口水哗哗往外喷。终于知道什么是迎风泪了。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戴面具了是吧？阿华在小海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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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见我身上第一次，我在加油加油加油，你们两个特别像镶在一颗那个墙里面的两颗爬山虎。更有疯狂夏日跳高赛，究竟谁能一举夺魁？欣姐，你来错场地了，足球比赛在隔壁。升到一米七。何老师，杆下面过很容易的。何老师允许你撑杆跳。好了，在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天然不刺激、百雀羚草本以及贵资源无贵有洗头水和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尽量看快乐大本营。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快乐大本营的官方微信哟。祝大家天天开心，我们下期再见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下期见。记得去看宅女侦探桂香和恋爱中的冲事儿。好好吃啊。1664